地揾嘢食，今日带大家嚟到冰鱼港嘅红板面专卖店。听个名字就知道我食板面啦。呢度嘅辣椒板面听讲系好正噶，好多人都推荐我嚟食啦，所以今日你就嚟试一试啦。我哋叫咗一个辣椒板面啦，同埋一个干捞板面。如果你哋中意食辣嘅话，一定可以试呢个辣椒板面，佢嘅辣椒真系好正噶。唔得唔讲嘅咧，佢嘅板面咧，除咗辣椒之外咧，佢哋板面嘅面咧都好滑好弹牙，真系好唔错啊！干捞板面嘅味道就普普通通啦，猪肉都俾得好多啦，但系味道都系普通啦。依度就有其他罩料可以食，如果你哋中意食板面嘅，可以嚟度试试啦。揾食高高，我哋下次见。世界杯，您值得信赖的平台。